各位記者朋友好，昨日我宣布了參選，我的選舉工程就已經展開了。我昨日開始亦都跟不同的選委接觸，我很多謝很多位選委聽過我的施政理念都支持我。我亦都知道很多選委亦都親身拿了他們的提名表格去到我的競選辦公室，所以我是非常之感謝他們的。我在跟不同的選委接觸的時候都感謝他們，在交流的時候都會表達一些意見，我覺得呢不同的意見都很值得參考的，所以我在過程裏面是會收集他們的一些建議的，然後就我會跟我的辦公室的同事盡快就將我的政綱寫出來的。五大界別每一個界別都是很多的選委表達了很熱烈的支持，也都給了提名給我們李家超先生，現在一直增加的肯定超過200。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